看一下妹子的照片啊，妹子没有照片啊。嗯，但是老板家里有矿啊，看。老板曾经发布过一次定位，叫中国储蓄邮政银行（括区矿区支行）。像我这种对地理学的不好，矿区支行是不是你家跟前有矿啊？矿区银行，听起来就很有钱。来120零式鉴定啊，来暴力给我炸，今天干给你们3000万资源，全都是干的有梦想的大资源啊，治疗误报加法伤啊，气血加防御，可以，你是今天3000万资源里面啊，对不对，最厉害的那个，虽然还是亏钱啊。